欢迎唐轩姐。来了。好，还那个最深处前面，直到入到心底，这个心底这个位置记日给一句可以，直到入啊，直到入到心底最，直到入到直到入到心底最深处，这个处才是发力的点呢、啊。再来的，哇，那个好飘哈。好，嗰个发力点都系提前咗。噔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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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粗第八个字，即系发力点啊，个粗字，再来一次。还个歇字哈，还缺了些什么？还缺了些，这个歇字是发力的位置。还缺了些什么？那个么字嘅尾巴嗰几个音咧，放松咗之后咧，先将佢即系话嗰个旋律咧，去 create 出嚟咧。不要追问我。缺了些什么？嗨啦！每个人都有梦，幸福总站在最远方，心中的是渴望，有时不敢伸手拥抱，谁的心是我最后一张？好，谁的心是我？这个我字要这个。嗨啦，由高向唱到低，谁的心是我最后，而不是最后，后字不要上来，最后把它好像叠在下面一样。你唔好上嚟咧，嗰个赞字就好靓。Hello， 妈咪啊，吓，我唔整咗饭嚟俾你哋食啦咩？你叮热佢咯，食晒啦哦。咁你想食乜嘢 ？Hello。嘅嗰个气息嘅支撑，每个人都有梦。呢个低音都有个音色出嚟嘅，都应该系响亮嘅。如果我哋将嗰套动作咧做翻得好啊，嗰个低音嗰度气息一样都可以支撑住。再嚟一次呢个低音部分。
recharge 的时候呢，我不是你想象这个位置呢，在那个吸气的时候呢，个 timing 啊，个配合肌肉在那个合适的时间和那个位置，这两个位置要配合得正确一点，就是这样。我不是你想象那么勇敢，我想让你把我的悲伤。好了，刚才那个位置好靓啊！这个呢又好了一点了，然后啦，下一句的接驳这里连续有四句啊，是很紧密的，你就用回刚才那个想的那个配合。我不是你想象一句，那么坚强。第二句，多想让你保护呢。第四句，第三句，流泪一场。呢度连续三个嗰个接驳位啊，佢四句连埋一齐，但系有第一句梗系冇问题啦。但系最紧要系呢度跟住落嚟嗰三句咧。这个吸气的肌肉的使用，这个非常重要。Okay. 将那个肌肉啪啪是的，将它那个 timing 要控制，还有发力的时候集中一点。好，再来。